的另外一边回到下路，杰米娜已经偷偷摸过来，而翻山的位置是没有被察觉到的，本家的人根本不知道。这边射雷机可能要闪上了，我们的人员来了，一个刷没想闪刷，所以没有留住杰米娜。哇，往前这是 K2 闪现闪到杰米娜脸上啊，这个虚弱救不了自己，杰米娜带着 G-Rex 的一个头像拿下了手杀，后面是 TP 赶到的金朵拉，慢慢过来，不过被下了一个虚弱，姗姗来迟的打野。哇，这一波对 BAD 的下来讲真的是非常可惜，他们有取得推线优势，布朗姆也去河道放了一个眼睛来巩固自己的视野，但雷克萨钻的位置实在钻得太巧妙了，先用翻山下墙之后再直接绕到后面，虽然说考拉的第一波开战没有跟上，但后面 K2 这边也是蛮尴尬的啊。他被那个眼神你知道吗、恐惧到了，我一定要闪现啊，要闪到隧道上了、哎呦，被翻起来了。他先带起了下半部的手杀，更大的差别其实是曼湾他是交了一个传送来到中路的，所以来到下路中路位置，杰米娜继续的进攻，这次还有没有闪现，雷克萨还是可以追，交由了闪现的 PK 敲出交化效果，雷克萨再转把第二颗人头给拿下，谁死啊？这边是绕到上半部来，那阿志的失误感觉有一点严重啊，他在有视野的情况下想要往下半部靠，但反而是靠的有点太过头了，所以闪现也没办法交到，而且是完全的压制住了。推到，但是是钓鱼吗？有点像钓二来了，一头的撞 PK 先撞起了左边的恩硕，右方的位置考拉赶到，不过被布朗姆的突袭，而且还在确认对面中路的位置。check 一下，听到慢慢爬过来，这边来看是有机会奔跑往前翻到中路，慢慢被抓到，虽然交了闪现，不过为时已晚吗？来了虚空极星，这一抓搭配伤害直接 killing spree， 哇，后面来了哪个？不过哎，直接带走就抓到拿头了，不过下路位少一个人的本加亚还是陷入了劣势，是 TP 赶到用动过来的 PK。一个羊，大部分的装狗身上比较少看到的，是比较有创意的蹲。他这也是他有插眼呢，因为他在自己的草丛里插眼。那个是僵，应该是僵尸守卫。对，差一点点，所以他的视野其实比较窄一点，没有看到。没错，他以为那边没人，殊不知那边有人。哇，跟恐怖游戏一样，突然一个 jump scare 直接下去。这个也是雷克萨，哎呦，阿基最后还是有补到人头。那这个人头对二杀来说就非常关键哦，因为可以说是本就还在前期失利了那么多的经济，只有二杀师赚到一点红利，就是这个交战而已是没有的哦。所以等一下真的打起来的话，要先看一下布朗姆有没有机会用来了，直接走过来开大正面刷到七里，加了往前 EQ 钻那边下了一个虚弱，并列鞋往后炸，此时 PK 从后面走了出来，这羊的撞进了扎稳的大卷里面，布朗姆直接被库奇给杀了，后方位置是好不容易赶到的阿志开砍，搭配扎稳 EQ 再加闪现硬收人头，后方位置阿志想要跑在墙边被勾住，不过已经推塔的范围，可是 PK 很能打，扛着阿志就是一顿锤过来，我要锻造你、你变成我的动物。不过左边位置已经倒下了，杰米娜打不赢辛朵拉，后方赶过来的恩硕看起来想救援，但自己已经跑不掉了。 PK 说我做完了一个二杀师的道具、再做一个加文， PK 完美的锻造了两个物品，还是靠着阿志二杀师非常精彩的表现，硬是让人头交完并不至于那么亏，这里的视野不太足够，走进来直接被撞到了，运气也是有点不好的，说实在他那个红色扫眼镜有先确保墙后有没有人，他刚好没有人过来了。哦，这个举盾其实举得比较早了一点，所以让好你的大爵士完全锤到，但阿志我们提到刚刚是拿到赏金的那个人，所以他在现在的发育其实在本卷的当中是唯一领先的，唯一不输给马里这边的阵容的，所以被他找到一波很好的切入点。哎呦，差点要急杀了、下半部这边奶哥跟猫丸抖动了一阵子之后，最后这个 QE 还是中，就是操作对决，在此时 PK， 是哪个小朋友想被锻造啊？是你吗？我有两个人打不过这个二啊！你看那二锤的锤的，是决定放掉这个中塔。哎呦，这里有开战局，不过好像有点落单了，想追的区里，殊不知有点保护不到啊！后方位置加五过来，搭配左边的法务师，想要一波欧一把 Bruce 给其他，不过 Bruce 有别人造。想尝试收头闪现过去的 K2 终于把好姐哥收掉，不过交出闪现之后自己也得完蛋，后方位二杀师才看大绝，在大绝开一开人死了，他跟自己的队友因为布朗姆的 Q 的关系被分开了，但他直接在原地觉得第一时间找到嘉文跟二杀师，觉得没有机会摸到他的情况下面直接开弹，然后打出了非常非常高的 DPS， 真的是好不容易靠恩硕过去扛着子弹飞啊，
对，那后续搭配自己的两个队友，然后达成了这个一在侧边打的那个一换二的状况，其实算是很不错的会战判断。觉得现在中路就是要玩游走型嘛，有这个资源的型，但一个 TP 就直接让自己的节奏乱掉。下方位置突然的一阵包抄，这包抄的速度不佳，是根本没有人可以察觉的。交出闪现的阿智有机会回到塔下，但弹幕一扫出来，没有布朗姆保护之下是直接死亡。不过后续的 Bruce 也直接被换掉，前方位是 Gemini 直接进到里面交出惊人，而且另外有个导弹飞，哇，这是库奇飞到别人家中收头。那这一波团战 Bruce 都没有打赢，而且大家发疯，马吉突然上头想杀所有人，一个闪现的 PK 没收掉法洛斯，不过团战还是赢了。这波发有点有点超乎二应该有的坦度。没错，哇，这样普加的团战都没赢就好亏了。对，很亏。来看这一波，这是一个多么上头的，阿智已经交了所有的招式了。对。然后后续扫大之后还是被晕到，应该说 Bruce 这边还是被晕到，然后直接被带走。Mission 航空准备起飞，目标啊。奈那个什么奈何桥啊啊，孟婆汤开喝，哎呀啊，但还是没输。那个火箭包的效果其实挺强的啊，不管是 PK 真的太惨了，所以在这会战当中存活到后面的。现在当然对 Marty 来说，他们只有 Bruce 有闪现，其他人是没有闪现的。对，这可能会是二大赛会战当中有机会秀。有来到了河道边 ，Kola 再度的勾到，留住了恩硕，不过自己纸杯要被卖掉，吃了一下赎罪，搭配好一个弹幕。这边扫下来后，本家人员虽然有着人，我觉得在落后的情况之下，对方又不是那种真的很明显，比如像什么，哎，来看下这边，哎呦，这打一个布朗姆很痛，反身的 K2 射个三下，搭配一套 all in， 但 PK 没死，想 all in。这个 PK 的 Berjaya 会陷入危机吗？后方位阿智正在尝试砍 Bruce 交出了闪现单点，点掉了厄萨斯，没了阿智。Berjaya 剩下的人员虽然收掉了 PK， 但自己陷入了危机，开始不断的追击。马姐人员开始加速 ，Bruce 弹幕直接扫了出去，这差一点把人给扫死。Berjaya人员成功退出了一个战场，已经是落在了马姐的手中了。这款这条巴龙轻松拿，血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，所以这个转巴龙，一样是转非常果断。来看他 PK 这边，他其实自己失误蛮严重的，这个撞墙撞空了之后，让对方决定啊，他还没有闪现，所以可以 all in 他，但殊不知他好歹是一个十五等，而且坦度爆表的二了，所以这里真的本家人把 PK 当包容心在打，有没有感受到？哎，这个 PK 掉到洞里了，就打着打很久，打很久，太硬，真的打不太硬，打赢了也没有用啊，这波是。能不能限制住 mission 呢？啊，这个三项护级点塔真的太痛了，而且右边有一个火车撞进来了，直接撞死了一个布朗姆，缺里根本没有发现二尔的到来。哇，一定得死守。PGD 现在就算输再多，这波都只能硬接哦。哇，这个二尔的蹲点，二尔在左边，本家只能先出手，二尔在被钓鱼之后有点进退不得了。哎，直接一个瞬间移动开撞，哇，怎么办呢？没有人跑得掉了，直接要死的恩硕尝试盖了回去。但盖在空中，人灰飞烟灭 ，TP 直接下往下路去走，来自 Mission 下一个 TP 也要走，来自了 PK， 而其他人穷追猛打 K2， 开始抓人了，鬼抓人，跑，可拉闪现过去，没有在这啊，没事，继续鬼抓人，就这个鬼抓人，只有鬼没有人，这K2 马上要成鬼了。还在逃跑，主堡前看一下 Magi， 哎，另外一边啊，杀到别人家去了 ，Magi 在等，就近。要不要先杀呢？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布鲁斯说：“我们不等了，结束比赛。”我们恭喜 Magi 在 BO5 的第一场拿下比赛。这就是考验闪电的一个能力。哇，墙来了！这墙被看得太惨了。西门，竟然是西门！西门炸了吗？我觉得他根本不适合当街选手。高中生是不是啊？抓马奎耶，射到对方拿下一花抓 Q， 主堡中塔开开之后，哇塞一下，哇天哪 ！TD 最后一波打下了一个天哪！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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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